输掉了，我叫黄少奎，拒绝联考的小子，目前呢是虎落平阳，还在志诚补习班凑合凑合。哎，小南兄，还不赶快去上课？迟到了是会被罚站的哦。<笑>你也一样，明天你要迟到，我也会罚你站的哦。明天见。 谢谢。
小流氓，应该把那个蛇给人弄破了。故意的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交给修老娘，来！小姐，算我看走眼了，你不要打嘛你。你教他，我干！你教你，教是要给老娘做的，我给你教点好看的。小姐，嗯，拿。哎，好。哎，赵钱，不要找了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小男生啊，时下的小男生都像你这么鲁莽，这么厚脸皮啊，真是世风日下。哎，别乱扣帽子以偏概全嘛，别人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哼。哎哎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强力胶，粘得很呢。哼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躲不过我的。总经理，公司的信我都替你拆了，你回了信，你看一下。哦，有一封是你私人的信，你自己处理吧。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我朋友说的对，要不快点啊，就来不及了。嗯。王先生，对不起，算我借了你的钱。你除了遗失1373块钱以外，身份证和皮夹子安然无恙。你跟踪过我，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。如果你想找我算账的话，时间地点由你挑。如果你想报警的话，我好汉做事好汉当，静候尊教。猪贝贝，哎，猪贝贝是谁呀？一个有趣的问题儿童，人小鬼大的小女生。小女生，她是个小男生。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小了。雅丽，嗯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没什么。
个礼拜天你有没有空啊？什么事啊？到我家去，我妈妈跟我奶奶都很想见你呢。要不要生辰八字啊？听说你奶奶很威严呢。哎，你看我几点钟去接你比较恰当？8点或是8点半？是命令呢，还是邀请啊？你说呢？等我从高雄开完大专学生联谊会回来再说吧。现在的女性啊，真是一个比一个难缠。先生，您的花谁送的？一个小姐送的。哎，是贵妃、玛丽还是梦露啊？你走桃花运了。王先生，上封信写得太凶了，对不起，仅以玫瑰花表达我对你120,000的歉意，朱贝贝。又是朱贝贝啊。啊，你可以走了。小姐，还没付账。啊，你真的走桃花运了。小鬼花样还真多。多少钱呢？100块。那位小姐说你会付我2倍的钱。谢谢啊。哎，还有小费吗？那谢谢。哦，对，还有送花来的车钱，50块。这来回嘛就要100块喽。谢谢。够了吗？够了。先生，我想抽您的烟。谢谢。希望下次再见。先生，贵公司的洗手间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出了门向左转就到了。哦，谢谢。谢谢啊。现在的男人呐，才一个比一个难缠呢。我非要找朱贝贝算账不可。王百川，我就知道是你，算我倒霉。嗯，你倒霉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活该，谁叫你把皮包交在我的面前。两位要点什么？哎，橘子水。谢谢。哎呀，给他也来一杯啊。谢谢。哼，慢吧。你怎么可以随便拿人家掉到地上的东西呢？喂，随地乱丢东西是违反废物处理法，要罚600块钱的。算我客气，你走运，我才罚你300多块钱而已。这样好了，你不服气，那300多块钱算是我向你借的好了。等我有钱的时候再还给你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而且你知道，你应该谢谢我才对。哼。这张是我替你捐给孤儿院1000块钱的收据。
你真凶悍呐！哼，还凶悍？哎，贝贝。嗨。两杯70块，请先付钱。哎，付账啊，大男生。哎，甭找了，嗯，谢谢。哎，怎么，你舍不得啊？哼，在处女面前也不懂得做绅士，小气鬼。哎，嗯，谢了。你平常做些什么？消除脏乱啊，专门捡一些别人掉在路旁的东西，譬如说，哎，皮包了，喏，你看，这些啊都是收据。这个月我捡到了7000多块钱，统统捐给孤儿院了。你这样做是违法的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别开玩笑了，少唬我了，去医院。你没读书？不是读书的料子啊。没上班？没有啊。我公司里面刚走了一位柜台小姐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还可以啊，不过如果你们公司有制服的话，我去穿哦。你的个性活泼外向，绝对可以胜任。不过客人的皮包掉了，你可不能捐到孤儿院去哦。那当然，在公司捡到的还是归公司了。嗯，不过是以公司的名义捐给孤儿院哦。哎，杨丽，我连跑完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搭这路车，我要回家了。那正好，很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面。我正是这么希望。你不跟我说告别的话。哼，好吧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嘿，我这么棒又这么谦虚，你一定要记得有我这个人哦。我叫黄少奎。一定，黄小鬼。黄山鬼。哎呀，严家姐啊，实在是太棒了耶。我们在这边照个相好不好？哎，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在哪儿照？什么地方呢？那边。去那边。好。来来。哎，快点站好啊。哎，你等我一下嘛。哎，当女生，哎，站好，站好，好，每个人呐，都做一个最美妙的姿势啊，美妙的，好。嗯，快点嘛，牛伯奶，原谅他，他姓牛，牛伯伯你。哎，耐心点嘛，我已经是姓牛人当中速度最快的了。差点把我淹死了。这个阴沟里的帆船侠里，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？鬼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这就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小丽，哎，小牛啊，刚刚透水的镜头可真我早说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你永远躲不过我，你偏不信。哎，友善点吗？我没错，可是我向你赔不是。嗯，你看我多谦虚又有风度。嗯，上来吧。嗯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为什么不干脆说一声你已经对我心服口服呢？你好霸道又贪心。男人嘛。哎，嗯，你怎么也来这里的？我，嗯，我是高雄人呢。
哦，你真的是高雄人？嗯，从高中开始我就在台北念书，暑假回来看看家人。嗯，我们呢，真是应验了一句话。哦，笑话还是废话？行话，冤家路窄。哎，不堪入耳。博士，真是书香门第。哈，就我例外，叛逆出名。我妈妈在伦敦准备拿第四个博士。哦，我爸爸就是陪她去，明后天就回来。哎，所以我不考上大学不行。哎，还有更绝的就是我外婆。哼，哪天回台北，我介绍你们两个人认识。我最欣赏、最佩服的就是我外婆，她真是人间一绝。哎，我们家就是我最差。说不定连个大学都考不上。不会了，你这么聪明又这么霸气。嗯，难讲，我碰到你不但脑筋不灵光，霸气荡然无存，连男性的尊严都一并斯文扫地了。告诉我，人家说我是专解疑难杂症的，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。雅丽，我们不要让任何事破坏我们在高雄最后的一晚。神秘兮兮的，见了面就知道了，在总经理室。嗯，雅丽啊，高雄好不好玩？嗯，太棒了。真的，我男朋友啊就住在高雄。哎，哦，那我劝你啊赶快把他抓得紧紧的，那边男孩子太热情受不了。我喜欢男孩子啊，本来就应该热情。啊，雅丽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母亲。伯母好。嗯，这是我奶奶。奶奶好。嗯，她为了急着想见孙媳妇儿，特地赶到这儿来的。来，坐。嗯嗯，你就是雅丽啊。年轻人要懂得尊敬长辈。奶奶，
雅丽还没过门呢。小孩子懂得什么？王家明月派人来说媒，谁说的？昨天晚上百川的母亲打电话来，你在睡觉没吵醒你。什么时候来？明天上午九点。干什么？快点！啊，朱亚姐，少奎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你自己进去看看吧。坐轮椅了，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高一点。好。
你今天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也应该负责的。不，是我自己造成的。我口好渴。啊，我去替你倒。一定是我把床弄湿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是床上有灰尘，我把它擦干净。贝贝，你不要骗我，是我把床弄湿了，我下次一定会小心一点。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？愿意告诉我吗？婚姻是永远不能反悔的终身契约。这两个男人之间，你必须要慎重的选择才好。可是婚期都快到了，我却找不到少奎。即使跟白川结婚，我也希望少奎能谅解我。少奎说过，没有我，他会活不下去。
这种爱情是很难能可贵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祈求天主，他会帮助你的。王家的媳妇儿，妈不能再处处照顾你。妈，我心里好烦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结了婚就是大人了，凡事顺着百川一点，做一个贤妻良母。妈。大概是百川来接你了。要回南部去了，他要我代他祝福你一声。啊，这是他外婆送给你的。Thank you.
来令。百川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少奎，少奎，少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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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我恨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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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奎，少奎，小奎，我爱你，你不要离开我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尊重人家一点。如果他上去那么久不下来，他就永远都不会下来了。人都有跌倒的时候。来，我扶你一把。